有了绳子，就可以通过窗户翻越出去，逃离监狱，来警卫了。他要干什么呢？马上穿越到监狱的外边，开始穿越。他在对面停了，在查那个牢房，凶多吉少啊！小心被查到。他在向我走来，快快变隐身，不要让他看到我，不要让他看到我，隐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欢迎来到监狱大佬 VR。我们今天要穿越这个监狱，到外面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精彩。把今天的工作做完它，进入夜晚。黄色尿布，监狱里哪来的黄色尿布呢？把它揉搓，缠绕。三块尿布缠成一个绳子，有了绳子就可以通过窗户翻越出去，逃离监狱。把绳子放好，今天晚上工作比较清闲呐。哇，来警卫了，他要干什么呢？把抽屉全部关上，别让他发现了，不然我的越狱计划就泡汤。看似晚上非常安静，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忙各自的，都在想办法逃出这恶魔监狱。又来一个警卫，是个大鼻子警卫，他朝我走来了。嗨，过去了，今晚上安全了。你瞅啥？你瞅啥？进入白天，星期五第八天，秋天，老头来了吗？他来了，蹦蹦跳跳来了。交易，材料，烟草两块，库存15，黄色尿布7块，库存5个。最近纸张又贵了，5块钱了。我们把我们的库存，这个绳子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要。美好时光要绳子，预警好恶要绳子，权宜之计要绳子，绳子是非常畅销啊。把这个绳子我们卖掉换钱。2块尿布，2块尿布能干什么呢？不过酒杯全满上，他要一根绳子和2箱烟，然后能换取非常多的物资。但是我们的钱比较少啊，要不就把这个卖掉，7块14。我们把卖了之后，只有烟草，现在纸还比较贵。你们说我们今晚上干什么呢？要不今晚上我们就什么也不干，穿越监狱到外头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马上穿越到监狱的外边，开始穿越。哇，我出来了。嗨，哈喽，卤蛋土豆，竟然无视我的存在，太气人了。这原是我的牢房，你们看里面有钟表还有桌子，我和他们一样，我也能出来了。他在偷听，隔壁没有人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这里有绳子，有烟草，可以卖给你们。过来过来过来， Hello， 嗨，我的天哪，对面好热闹，
三个牢房，一波接一波。看那地方是信息的交汇处啊，他需要小说，他需要烟草，互相交换信息，获取最新的价格表。不知不觉，应该马上黑天了吧？如果从这里跳下去到一楼，找一个口逃出去，岂不是更好？这所监狱在这里边连个窗户都没有，通过通风管道应该是一个好办法。马上就天黑了，我要趁天黑之前不能被狱警发现我出来了，不然后果就麻烦了，可能会被关小灶。我又回来了，趁夜晚狱警还没有来，我们出去再逛一圈，开始穿越。出来了，晚上的牢房就安静许多，所有犯人全部回到牢房里，不再蹦蹦跳跳。这里边还是有规矩的嘛，来狱警了，是位女警卫，她不会抄娃来吧？哇，哦，还好，朝对面而去。其实我房间里很安全，没有什么违禁品。她在对面停了，在查那个牢房，凶多吉少啊，小心被查到。她在向我走来，快快变隐身！不要让他看到我，不要让他看到我，不要让他看到我，隐身。果然没有被他发现，哇，我还有隐身功能啊。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，大家如果喜欢这款游戏记得留言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